欢乐之旅，深度之旅，美食之旅，让我们一起来玩转全球。我跟你们讲啊，这次还没有玩转全世界，我就玩转我自己了。哇，订单那么多，很好生意哦。喂，你把钱箱也带来，老板加钱啊。哎，加什么钱呢？你看全部都是订单。哇，你要不要这样夸张啊？跟我们出来吃饭，你带什么行李哦？就是咯，全部都是订单啊。你看现在我们接到那么多订单啊，一定要找多一个人来分担。就是，我认同。但是哦，要找到像你林德明那么帅气不容易耶，要找到像你萧慧敏这样漂亮的也很难哦。想要找到像你杨家贤这样搞笑的也不容易咯。对对对对，极搞笑，你看，好笑的。兄弟啊，走开啦，不要打击我镜头嘞。哎，不过我觉得哦，我们三个带团这么成功啊，如果真的要找一个人帮忙，这个人一定要够疯狂。够疯狂就是要够年轻哦。我觉得除了够疯狂、够年轻以外呢，最重要是好玩。嗯，对，好玩最重要。不过我们不要这么烦了，带团这么成功，我们吃一点东西庆祝一下。耶、yeah, ，开餐。这什么来的？陈培友。哎，三位阿哥阿姐好啊，这就是你们要的疯狂、年轻、好玩，不知道小弟有办法胜任吗？可以啦，没问题，现在开工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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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快点，我还没准备好了哦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GD Golden Destinations 的品牌大使，让我们四个人一起带你探索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欢乐之旅，深度之旅，美食之旅，疯狂之旅，让我们一起玩转全世界。哎，收工。哎，你新来的哦，你要收拾完才可以离开哦。赶紧点哦。不是一起啊。